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我，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他魅力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又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方。